现在一点多了，拍到两点半快三点，主要是现在看起来酋长也都起雾了，但是就是既然来了就来拍吧。对啊，就等等一个多钟头，等得到就等得到，等不到就明天再来。开始在雾中交尾，我在想这两条轮胎是不是也是我上次搞出来的？你看，对的，这两条是我上次搞出来的，有没有？哎，可是我只来过一次而已啊，所以不是啊。这轮胎的那个距离很像啊，啊，一次过去一次回来了，所以是两条。你看，妈妈，有没有？一次过去一次回来，然后这次又多一条了。上礼拜的太雾了哈，哎，还不少人呢。有，妈妈有，看到了，老位置。我看到老位置，你看哪一台有啊？哪一台有？我说我们已经站好位置。对啊，中的不少。那你这样拍得到？有啊，哪一台我手动对焦了。好不干呢，在这边看就差很多，在那边比较近，比较清楚。在这里有望远镜就完全不行。现在不好看了，再拍一次。现在看不太清，因为都在雾里面看不到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对，现在太模糊，给你看你也看不到，因为太雾了。他现在有一只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我想说有一只在那上面，你怎么？别大了，小拍大了。太雾了哈，就等他出去再回来，对，还是现在是要等，这边都是在等他交尾。哦，现在是这个。还有这么多人，平常上次我上次再来都没有人，都没有人。对。哦，你们不是一个团体的？没有。哦。三，你这样看得到吗？哎，可能。它就非常的雾，你看它这一带有非常的明显。哦，有，就九宫格里面中央那个有一点点。妈妈，你看看，勉强。你可以看到河。非常的雾。对。你现在从这个地方看，它里面有个九宫格，正中央那一格有一只。嗯。有没有？有一只白白的。哦，有一只白白的。
歪，那是石头嘞。我在录影，对，会录进去哦、喔，你们也会录进去，对，我们也会录进去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先跟你们讲一下，对，好，谢谢，好，不好意思。现在只能看到，现在雾太浓。有兴趣在母亲节的时候来，但是那时候幼鸟已经孵化，已经在这边飞了，对，飞了，可能在这边山顶这里很近，对，那时候会飞得很精彩，这样子哦。对，那你们是特地照这种鸟，还是什么鸟都照？不一定，那大家拍的都不一样，而我是比较固定拍它，对。好，谢谢。不然就是要等。像明天天气好，我今天是起，不晓得为什么起大雾。对呀、啊，那你们这是兴趣呢，还是兴趣？哦，好好好。这块的，好，好，谢谢你们。不会不会。好，拜拜。回家。明天还有次机会嘛？对呀、啊。后天才会下雨，我有点想回家睡觉。我以前秋长年就是。下午睡完午觉才出门，今天是吃饱过来，真正爱困。我来一次就是多两条，你看，你看我这个推车多重，上面的大概就20公斤了，还是15。深受大家的喜爱，为了大家，你要想要买面包它。不是这些，他好像是对我们叫吗？对啊，是啊，他是看你。哦，对他笑笑的呢。你的那个这个，他就会。还是我笑里藏刀啊。